安娥送头喽！李安娥送头喽！追不上我！别鸡巴人！不不不不！金门娥，金门啊！靠腰啊！怎么空了、啊？干！我的 FB 跳出一个好可怕的影片哦！干，这影片有十万个赞哎！去塞逼！我超级可怕！啊！有一个人抓了一堆黑蜘蛛在煮，他突然跳出我的 FB， 但怎么有辅助啊？不会选辅助就爸爸给你辅助是不是啊？这都是系统还不改吗？没辅助的鸡巴，不行不行，太恶了！后果很严重。这影片应该要检举吧？很肥、欸，每一只都这么肥的黑蜘蛛哎、欸，十几二十只。很小啦，打野要换你他妈是猪是不是啊？沙区 UZI， 我要吐了。看到有 UZI 的，我只能说耗子为之啊。耗子为之。选 EZID 又挂 UZI， 这十个有九个是戳啊，另外一个躺分仔，没有一个能 C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要九二，应该是百万啊。一个月好像，一个月订阅好像就多一万啊，还差八万，真的要明年啊。不知道啊，游戏频道订阅很难做啊，我看不懂，义大师上路啊，这是传说中的仙女义大师吗？啊，这什么啊？为什么双打野啊？他们双打吗？谁中？公安又登场了是不是？没有灵魂的发音 ，Monsoon Soon， 注入灵魂的发音，盲僧中。我的苦啊！欸，上路易大师要注意什么？不注意不要死。什么啊？我怎么会死？我遇不到他，他甚至连 TP 都没带。他们一起能进吗？我并不这么认为。是不是可以偷一下？是不是可以偷个红？哦哦，有没有感觉，兄弟们？他不可能用重击啊！双人线帮打，吉尼克斯打那么快，绝对不会放重击。一二六。放好了，季节打野怎么玩游戏？顶级小偷，兄弟你别拉，干！绝对不会放中。可不，他怎么单杀了？我在哭啊！顶级鳗鱼，嘻嘻，哎，炮车掉啦！干嘛？闭嘴！假装要毁了，他妈武器，这他妈骗得了我？哎，哈哈哈哈！这暴毙！我刚刚才按一罐洪水，想说打血线要扛打了，我直接秒了。冰！干！什么小啊？什么小啊？啊！啊！他有视野是不是啊？这样会顶我呀？做梦都想不到吧！白痴！白痴！刚 Q 他搞不好死了。但是我也是很极限，跟他一波极限换血，反正我本来就要回，没差。但他本来不用回的，被我打回家了，你懂吗？这一波交换，他不止不用回啊，他还可以点他那个塔皮，你知道吗？他可以点这个被动的塔皮，看一下，270对370，辅助对位差距100。你干嘛？你不要扛着一堆兵来打吧啊！为什么配到 ED 都是智障啊？能不能有一个长老的 ED 来给我配一下啊？哎，有六招，这都他妈都能弄。顶级鳗鱼啊，不说啦，有什么卵用？这个 W 是不是开外挂、啊？怎么射那么准啊？来来玩。顶级鳗鱼，不不不。不
说了，兄弟，你说我吃啦、啊。Hello。干嘛？好小，技能我。技能啊！靠腰啊！怎么哭了、啊？我算好了，我算好了。所以你还在问我不看信号，他看不出来我在故意bait吗？干，我算好了，但我没算到自己一空，完了，干流血。这一招早就过时了，我们要刺激一点的。哇！啊，好痛啊！这样要，这样要叫救护车吗？小丑破皮了，好像垂下一块肉哎，合并组织缺损，这很恐怖哎。哦，哎干！哇！他是不是开挂？我怀疑他开了挂，但我不是真剑。我怀疑，哎死了！我怀疑他开外挂，但我没有证据。刚刚卡特，哎，那波真的好干啊！怎么办？这要不要叫救护车？流血啦 ！Just for fun， 这叫救护车吗？要坐救护车，那我先去开船。到底真小啊！在看爽，看爽谁在那？啊？你泡尿死完了！我假装我说。他找不到我。白老喜憨儿。他找不到我。迷路，赶快叫救护车，不然伤口要愈合了。很小啦，吉安鹅送头喽！吉安鹅送头喽！追不到我，卡特，卡特送头，每一波都想杀我。现在打塔会回魔嘞，又是被动打塔会回魔了。特哥安安去阿法施纳吃饭，二个人需要多少费用回吃的饱？一般人食量情况下有什么建议吗？都看你要吃多少啊，你去他去一定会吃饱，只是看你要吃什么质量的东西啊。他那边一个人最少要500还是800块，对单人。我记得以前比较便宜，以前好像有500的，现在最基本好像800，可能是太红了有涨加一点。但应该也有把质量拉起来一点嘛，反正我记得就800、1000、1200这三个吧。好，那还有2000的，连最贵可以吃到3000啦、啊。但3000他不一定会卖，你知道吗？因为3000是他真的，我提早两个礼拜跟他订，他准备了两个礼拜才能做出单价3000的那个午餐。你现场直接跟他点3000，他搞到怎么了？对，你去设挂，不给机会。我们反手很强的。来吧。自爆全中，喊加彩！哈哈哈哈哈！喊加彩！你点点啦！买鱼，都不用约。啊呀！操！悬空！哈哈哈！好难！嘿嘿嘿！哦，800、1000、1500啊！反正我有在直播分享过，我一个朋友去年去吃的菜色，不是朋友啊，一个观众，他去年吃是1200，今年变1500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有点血腥，我快晕倒了，好痛哦！真的垂一块皮下来，一大只哦！淋双氧水，算了，我再忍忍，应该等一下就不痛了。我这边破皮超多次，每次都是敲桌子。敲键盘敲太大力受伤，干真的太气了呀！那个一怎么会空啊？那我是卡特顺到那个印记的上面吗？个人1500，总共3000，感谢特哥赞叹。1500绝对是很好的。我是建议去阿华斯能吃多贵就吃多贵，理由很简单，因为我举例，你在阿华斯那里吃500块，
大概是等于台北可能吃1000块的菜色。他在阿华斯那吃1500，等于是台北3500的菜色，对不对？吃一顿赚500跟吃一顿赚2000的区别。我的看法是这样，所以我去阿华斯那里，我从来不点最便宜的，不是因为我有节目干嘛，就是逻辑问题。